近日，有网友剪辑的一条视频走红网络，视频主要内容是那些年为肖战挡刀的女孩。该视频盘点了在影视剧中那些为肖战挡刀的女孩子们。看过视频之后，不少网友爆笑回复，笑死了，这么看肖战确实废女主啊。因为有这么多为肖战挡刀的女孩，所以肖战扮演了一个医生，把那些女孩救回来，哈哈哈。期待肖战余生请多指教顾魏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Thank you.